球。是。米勒也来三分打进，这样第二局非常难了。非常快啊！嗯，看一下小拜佛直接过掉，打成二加一，确实快啊！哇！再看一下王晶，确实晶爷防这种速度特别快、假动作特别多的、幅度大的有点难啊，直接被呛掉，呛过来啊！别看这个相对来说瘦啊，核心力量包括这一下厉害啊！看一下德莱斯特，也是命中啊！上来，王晶，现在一上来掉了四滴血。看一下，一个三分，不错啊，稳定军心的一球。是的，组织能力都兼备的双能后卫。颠进，王晶只剩最后两滴血了啊！看一下我们这边啊，每一局是各队有两个暂停机会，陆阳这边率先。再看德莱萨，到篮下，终于是命中啊！是。咱们来一个，命中。最后只剩三滴血。三滴血啊！直接三分命中，应该是陆阳队这边直接上两分。Oh, that's a sport. The energy flows. The team is on fire. The victory is coming. What is bet? This is you. Ain't no motherfucker in this room can do it like me. Open up your eyes and insert a little rising. You don't have to love me, you don't have to like me. Got enough dope in my psyche. You should have the same in your brain, I mean. If you wanna taste, bitch, you can fucking try me. If you wanna hate, bitch, you know where to find me. If you're going atheist, you can fucking bite me. I'll be cruising in my lane fast, call it high speed. I've been working hard, yeah, I've been working night. 哇，这个运球，哇，打成二加一啊！打板，陆王总的来说只剩七滴血。看一下王晶会不会，点开了，这球放进啊！双方都只剩两位球员。看一下，这边看裁判示意有效。对。看一下王晶运着打啊，还有十秒钟。选择急停一个三分球，漂亮，直接手起刀落。王晶在一开，自己打得不顺啊，这场打得非常艰难。米勒选择急停，打进啊，灵活，真灵活，真灵活。对，到现在双方都还没有进球。是。米勒也来三分打进，这样第二局非常难了。对陆人王来说，第二局删掉，好防这球。转过来，灵活灵活，后仰漂亮，这个这就看这体重，真的很棒，还能来后仰。我感觉还是马克对阵对手的埃德萨。对。德莱萨，德莱萨啊，总是想要埃德萨。这边马克先得意，看一下，其实都知道这个时候投三分性价比不高，晃开，开了，漂亮，高难度的小抛投，是，马克拿球突破，拿回来再顶一下，小抛投打进，这样一上来，看一下，多姆西斯。双方都是打内线，都打内线，都是怼啊！
罚球没问题。第二罚，那稳稳命中啊！裁判没给，没给啊，给裁判的。篮下还是放进二加一啊！啊，德姆西斯到篮下，哇、哎，这个身体可以啊，都扭曲了。是是啊。现在比赛还是继续啊。摸头杀了。到左边，王静到篮下晃开。哎。看一下德姆西斯这边啊，确实这个防守动作，看一下王静啊，这边二加一没问题。对啊，乔治背过来，哎，这球打进没有问题。是，看一下耿潇齐先进攻。哎，裁判这一下是有点干扰，我觉得。确实，乔治这一下是确实有点被干扰的，可能因为语言不通，也没有。看一下，直接放三分，米勒打进啊！这个三分让鹿王队只剩六滴血了。漂亮的一个上篮啊，耿潇齐跟不上这球，没人保护怎么打，这是远射能力很强、啊、哎，终于找回自己手感啊，李汉桥这条的球权、嗯、是看李汉桥还是三分，这边打进，上莱尔还剩一滴血，汉桥在跟裁判抱怨、啊、对，也不能叫抱怨吧，啊，就是实事求是嘛、啊，对。说他这个行为出现过很多次了。你看，这个球其实吹直接吹一个技术犯规啊！沙莱尔每一次起球，连续两次出现这种，第一次警告，第二次直接技术犯规啊。他可能觉得这是他的一个个性的表现。但是鹿人王这个规则上写的非常明白啊。李汉桥直接三分，这边打进，李汉桥开启了 carry 模式，这样双方重回其同一，他的球不进，没有一个偏的特别离谱的，是、啊、都是差一点儿。那、啊、李汉桥还是三分，抬头，哎，稍微短了一点，对，而且米勒其实在防李汉桥三分的时候，没有像其他球员那样防得那么紧，是。看一下米勒，感觉他们打米勒都不准、嗯、米勒有一些魔力在里边、嗯、米勒冲起来打身体、嗯、选择中投，这一球颠进，厉害啊米勒啊，好球，没问题，对，米勒是真厉害啊，虽然前面运球或者是同意啊，米勒厉害，来看一下李汉桥有没有三分，选择突破，这边打成二加一，再次重回统一起跑线啊！这时候双方都不能给三分啊，都不能给三分。米勒，看一下，防得非常靠外。是。现场观众啊，呼声也很大。看一下米勒是不是想投？这时候不能轻易运球，选择投了，这边三分打进。哇，米勒这绝杀成功！心脏了吗，厉害米勒、哦、啊，关键时刻啊，直接一记三分，是的，而且是三加一，造成了一次犯规，整个人哇，他仿佛这一刻成为雷吉米勒啊，这一波啊，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三分厉害漂亮悠久的话，可以刷波六送给米勒，厉害米勒啊，而且我觉得米勒真的是精Oh yeah, you know me. I have only a path. I'm lonely, but damn, I'm going to win. Yeah.